你是拿鼻子吸着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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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丑了，非常胡萝卜。看出来体力好来了，人家一直在奔跑，本以为花花压阵上去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展示，果然是不一样的展示，太不一样了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两队开始。三个人，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那他图你什么？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两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胡说八道！他爱你什么？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结婚房产本就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我干嘛？谁说我骗？你闭嘴！你闭嘴！孙雨成，你让开，咱们走。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我觉得能记住十个字就已经赢了，这太难了。讲述的我们俩的爱情故事，讲述了我们俩爱情故事。这一句不是，我一共记超不过三句，你给我讲一句没用的。哎呦，一句都忘了，我靠！啊，这么快就忘了。苏大强、苏明成和蔡根花宝贝仨人啊，那个你不能阻止我们结婚，不是他爱你什么呀？他就是想霸占你的房产，谁说的？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大概就这些吧。你再说一遍。那等会儿腾哥让我再说一遍。哎呀，真吹不动啊，真的。就是他图你什么呀？啊，图你岁数大不爱洗澡，就等你死了以后，然后把那个房产证改成他自己的名字，就独占房产，大概这些嘛。来下一把，还在那凹造型呢。加时间啊。演吗？至于这样的吗？那个三个人啊，前一阵特别火的那个一个电视剧，苏大强，都挺好，我就想跟他结婚，嫁给他。你跟他结婚，你图他什么呀？啊，图你什么？你是身体好啊，还是能有钱能洗澡啊？有钱能洗澡啊？你不就有一套房子吗？你知道吗？他就等你死呢，等你死之后，他摆名先写里面，完了之后你死了之后，房子就成他的了。你觉得他是真爱你吗？他就为你那套房子，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好吧？结不结婚你自己看着办。结不结婚你自己看着办。都挺好。三个人。然后那个郭京飞那集知道吧？就是他爸要跟那个小保姆要结婚那个。蔡根花，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他就图你套房子，他就为了让你早点死，最后图你套房子，他就为了让你早点死，最后图你套房子。他不就是为了要你房子吗？对吧？你说你长这么大岁数图你啥？是图你老啊？图你漂亮？图你帅呀？是不是？当爹的没个正形一点。完了。这基本上这些。这有这集吗？对，有这集。我看了好几遍了。真的。好，表弟的水准跟表哥也差不了多少。多少台词？小童请讲。小童发挥一下想象力，这是三个人在吵架。三个人。我不许你跟蔡根花小宝贝在一起，蔡根花小宝贝就图我套房，我就愿意给蔡根花小宝贝一套房。你除了房，你什么都没有。你那么丑，又老又穷，你就有套房，你个老不正经的。说成另一场戏了，写了个剧本，一共对八个字。为什么呀？最后一题
最后是花花和 baby。腾哥，我现在对你的那个传声啊，我有点怕，满身都不搭边儿。哪个不搭边？你演那个让我想的都是古诗词啊，什么？哎，这把我得好好弄一把了。合作抢答的最后一题，我们请上题目。哎呦我真是哎，特别支持，我们请上题目。哎呦我真是哎呦喂，几个字我先问你，五个字吗？五个字。Angela baby。 哎，好，来，传递，开始。五个字。五个字。睡觉，睡。睡猪。睡猪拔。拽。拉。睡猪拉，睡猪拉鹰，孩儿叫，啼，奶，喝，向后传递。我尽力了。五个字。五个字。我首先我不知道这五个字是啥啊，我只是还原一下。嗯。第三个字是拉，第四个字是抱，第五个呢？没有，没有。有一个可能是词组。来，向后传递。怎么了？笑成那个样子？几个字？五个字。五个字。第一个字。睡。就知道睡。第二个字。猪，小猪佩奇。第三个字是。拔。第四个字是。我亲爱的宝贝。咋的了？这好像猜对了似的。好，最后一棒。啥？五个字，第一个字。睡。怎么全是睡啊？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憨啊憨。哼哼。第三个字是这个，拔。拔，不知道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哼拔，然后第四个是这个哄，这第五个字没演，就大概这意思。一共五个字，八个。五个字。睡。第一个字是这个，第二个字哼哼，第三个字是拔，汉尼拔。汉尼拔。旱地拔葱，五个字，但我也不知道这五个字算不算对哈。对，只是郑恺在第一棒。自我总结说这个题面是五个字，如果你只是看这个题面的话，远不止五个字啊，可以是五个字。睡觉吧兄弟。凯凯你再演一下好了，看原版啊，来抢答啊。压按按住不，但你这个猪跟安吉拉有什么关系啊？安朱拉 baby。安朱拉 baby。安朱拉 baby。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题我没有优势。对，我刚才也是脱口而出。哎，可拉倒。不选了，别选了啊，花花的。哎，这叫丑照。我觉得这样吧，我们现场拍一张吧。我们就对着哪个机位来做一个表情好了，好不好？可以，非常丑了，非常。大家记得到时候到各自的微博上去点赞。接下来呢，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请听口令：奔跑吧，大强！啊啊！啊！这个怎么做？这怎么做？这？哎，我先问一下，这什么情况？这个属于严重犯规，腾哥，请主动落水，主动落水。我太凉了，这么凉。腾哥别演了，我感觉水还行。凭啥？你们小伙子都体力都壮。好，这轮成功，四位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就绪。奔跑吧，大强！哦哦哦哦哦，凹造型，凹造型，凹出来，凹出来！谁干的？谁干的？我不知道啊。我要证明我的实力。好，刚才这道题，王牌家族队得一分。啊，龙华花花表现非常棒。好了，接下来这轮呢是三人强的挑战，由同组的三人共同出战。腾哥、花花、小童，三个人，来，三人强，欢迎你们再次落水啊。大强，我拿浴巾等着你。准备就绪，奔跑吧，大强！哎呀！哎呀！哎呦，这太难了！我在中间，我在中间。往这边，脑子往那边。脑袋往那边。行了。接下来呢是两人强啊，咱们派谁出战？我们要派出我们奔跑吧最快的男人小猎豹凯凯，一个顶俩，咱们派谁出战？花花，花花出战，来，双方请准备。你选择左边还是右边？这样的，就这边，我们这边运气好。真的吗？你确定吗？我们俩就按吧。没问题，我绝对不干扰你，你也不要干扰我。我绝不干扰你。好的。这样，我们先手拉手。相信我，我看出你的用意了，就应该是这样。万一没有动，咱们就把手松开。好，双方请准备，奔跑吧，大强！耶！哇，手拉手，这边怎么过？怎么过？哇，手拉手，手拉手，手拉手。这个怎么过？怎么过？凯凯那个过不去啊！郑凯那个真的没法过，他怎么可能把人折叠成直角？应该你是这样，他这个应该是这样。这可以，这个动作再试一下好不好？再次挑战一下这个动作啊！奔跑吧，大强！耶、yeah!！再见了，哥哥。
诺亮队奋力比拼，本关最后获胜的是王牌家族。来，开始抢答下一题，三二一，开始。这题花花抢到，请看题，这是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啊。下列选项中哪位诗人被誉为诗仙 ？A. 李易峰 ，B. 李宇春 ，C. 里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D. 李白。这也太不公平了吧！这道题我选择求助队友。来，你求助谁？我求助贾玲姐。实话说啊，这道题问我就是问对人了，因为我记得不会就选 C， 我选 C， 里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漂亮，贾玲。这一题关系到家族的荣誉，你确定吗？我要不要再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那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对了，谢谢。这一轮经过激烈的比拼，双方再次打平，下面进入最后一个环节。我觉得沈腾现在是一推土机，你知道吗？腾哥拿不动了，都太贪心了。你是拿鼻子吸着吗？哎呀！哎呀！太多了，对不起，小东。腾哥，你要干什么？哇，为什么要装这么多？太多了！一个比一个惨，加油啊，加油啊！能不能扳回一城？十、九、八、七、六，最后一下行不行？五，这怎么都到这儿来了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成绩啊，66毫升，哇！咱们互相说一下啊，就是彼此的微信名字叫什么，让大家了解了解，好不好？我叫大碗。我公司名。我的公司是根据我的微信的名字改的，既有大腕儿，又有多吃多占的。哎呀，行了，别白活了。我微信没有名字啊。他才气人呢，他的微信名是个句号，就一点嘛。对，为什么呢？
我觉得起名字是一个好麻烦的事情。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没有没有。比如说，到了什么终点啊？没有。那天我们在一个群里已经很久了，小童说：“哎，这是花花呀。”我一直以为是那期嘉宾。樊少皇，因为他的头像是一个打坐的和尚。对。好，现在在我们的身后呢，有一个金字塔一样的座位排名啊。在正式比拼之前，每一位成员要考量一下自己的魅力大概排在第几位，然后坐上和内心对应的那个座位。好残酷，好残酷。如果按颜值走的话，我应该坐最上面吧，坐最上面吧。那肯定的了，我就在你下边嘛。你要按体重。接下来进行选择的是花花，请挑选你的座位。那个广告商们，我呢就谦虚一点，我没有竞品，选我就对了。我没有竞品。选择了第八位，给自己很大的这个成长空间啊。我刚听到郑恺想呼吸。我感觉郑恺在中间已经压得有点喘不过气了。地步受到了挤压。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商品是什么。拖把其实是生活中最接地气的清洁用品，这次呢我们要体现拖把的这个神奇功能。想请花花来给我们演绎一下神奇拖把在花花这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想找贾玲姐帮你搭去吗？帮我搭句话什么的。哎这个松快，哎呀。准备好了吗？等。哎呦呦呦。哎，这是大场面啊，感觉要起飞了。我演什么？贾玲，你按耐住自己。我不知道演什么。就演一个那老板哈。老板，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舞台的。好，我知道。工作者。那贾玲是老板娘还是老板的娘？花花版神奇拖把开始。呀，这怎么这么脏啊？那谁，你过来，赶紧的把这擦了。一会儿那个腾哥还得过来表演呢，知道吗？腾哥过来开那个摇滚演唱会，赶紧的，我一会儿马上回来检查。又要打扫，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自己能上台呢？我的麦克风，笑得开怀，我只是我，只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尘还神奇拖把，唱歌都变好听了呢。梦想版的神奇的拖把啊，承载着每一个小人物生活当中大大的梦想啊。继续。baby， 好，我知道。腾哥在。
抽签，跑男家族完成一半以上。停车，停车，眼镜。王牌家族接近一半。G 不是反过来，对对对。Running run。Keep keep。这个是这个。不对啊，这个在哪儿啊？不对啊，这什么？做错了，这什么？加油加油加油！对方找不到最后一块，最后一块在哪里？在哪里？还有一个，他们查，他们查在哪？就差一块，快点！快点！奔跑吧，腾哥，奔跑吧！不给不给，这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快飞雅诗琪！有没有人考虑过贾玲的感受？倒计时结束的那一刻，哪队完成的更多，哪队就将获胜。哎，那好，那好，哎，等着。五、四、哎哎哎，二、一，结束了，可以放开贾玲，从贾玲身上起来。我们来看一下，检验一下，是否完全正确。好，确实啊，王牌家族队。那贾玲的脑袋怎么还俩脑袋呢？天牌派不对，我们是王牌派啊。最终完成度更高的是跑男家族队。接下来将会接受惩罚，开始惩罚。Oh my god. 好玩哎。花花不想下来。王牌对王牌第四季最后一次备采。开始。最后一次采访。沈腾，王牌对王牌的最后一次采访。花花最后一次备采。开始。这一季把这四个人凑在一起了，很像爸爸妈妈，然后带着一个傻儿子跟傻姑娘，大哥大姐老弟老妹的这种，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十厘米，腾哥十厘米，腾哥十厘米。腾哥作为大家长，带领我们一路搞笑感动。大爷可能因为岁数太大了，现在感觉特别容易哭。大爷有时候自己哭得不行了，一看我哭了还过来要抱一抱我呀。时光要是能倒流就好了，真的。其实我一开始是有一点点害怕的，因为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特别擅长说话的人。希望大家就是我们有一个愉快的一个周末哎。以前导演老让我说多 Q 他一下吧，不然的话花花好像一句话都没有。但是现在就感觉很好，感觉有一种花花心房打开了的那种感觉。累，走了。贾玲的最大的优势是，男人喜欢她，女人不嫉妒她。刚才录节目很紧张，但是每一次。他都会主动拉起我的手，让我一点点不害怕不紧张。
小童会比我想象的更加单纯，更加直爽，更加可爱。而且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努力，而且很拼的。啊，太高了，太高了，这么高！哎呀，我靠！希望《王牌家族》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五级、六级、七级和八级。我们赢了！你还没哭？我们赢了！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机会。崇拜那么多人有啥用？关键时候还得看自己哥哥。我觉得这一季我挺满意，也很知足。王晨宇，那我希望哪怕这一季录完了，还能够经常出来聚一聚。那如果我要再来参加的话，我会好好表现。王牌对王牌第四季贾玲采访结束。希望明年第五季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还能够在王牌重聚。其实二期过得也还挺快的，对，然后跟大家一起相处下来，就是会发现真的是越来越变成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哥哥姐姐们带着我一起成长和锻炼的一个地方。很感谢王牌对王牌。这个确实像他们所言，就像他们的家长一样。我问一下，这一季记得我来过吗？嗯，很记一辈子的。上一季我跟他一起主持的。然后前两天聊天的时候，他说：“哎，你上一季也是常驻嘉宾吗？”他忘了，确实忘了。因为这一季为什么大获成功啊？就是因为把这几个人凑一起了。以前是两个分走，分两队。就这一季是真正意义上的有王牌家族这个概念的出现。对对对。对。到了最后一期，就是导演跟我说：“说花花，我们那个第四季王牌的主题曲一直都没有一个属于你们的版本，说可不可以改一个版本出来。如果我要改这首歌的话，我其实只有一整晚的时间，第二天就要立马去工作。但我当时真的是一点犹豫都没有，就是要改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太有感触了，就是这一季下来，然后我就很想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放在用音乐的方式来去表达。可能我不太会说话，但是得就是用音乐表达。改到了早上五六点。对，改到了五六点。在今天节目最后，这首歌将会作为花花送给 vivo 王牌对王牌的礼物，也送给你们。却没有时尚，我。
王牌对王牌的第四个年头，也是第四次代表整个王牌的节目组，谢谢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告别。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我们用真诚，我们用努力，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欢笑。这一刻，请大家记住舞台上每一张对于你们来说非常陌生的面孔。他们不断的努力着，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不分昼夜的用自己的努力为大家呈现了每一期精彩的王牌。谢谢，谢谢。